我的妈呀，我的妈呀，全是黑猪！这猪林城堡什么鬼东西？是个憨憨呀，看着挺厉害。原来智商不太够。哎哎，刚说你智商不太够，这个黑猪很厉害的，伤害很高，打我掉了好几滴的这个保护盾呢。其实不该嘲笑别人啊，嘲笑别人的时候就容易自己也丢东西。这个点到了吗？这个捡到了。下边是一些岩浆网，那边有宝箱吗？你们猜哪边是他们的终极体？这下边应该是，我看见金块了。这样的话，下边肯定有下界合金，包括上面的箱子也会有。我看见那儿有一个箱子，那我们脚下的地方应该也有箱子，对应的嘛，它不可能只有一边有箱子。有可能这上面就有，啊，这上面没有，咱们得绕到那边去。竹林堡垒，这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了吧？我瞧着这个大小应该有点大的，在我脚下跳，哎，到了，哎哎哎，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，跳多了，在这儿。周围现在还没来竹林，把没有用的东西塞进去。速度窃取，这个弩先拿着，可能会有用。金块带走，其他东西就没什么用了。镶金黑石没啥用吧？带着先。哪还有箱子？只拿箱子。干啥呀？我靠，他能把我的盾破了，兄弟们！我的天，下边的东西看着更吸引人。他又想拿金子，我服了这个老六了。这猪咋这贪呢，兄弟们？这是个贪猪。有些箱子我已经看不见了，想干嘛？还想破我盾？周边的箱子现在我根本看不见。这儿有一个，哇，钻石镐，精准采集，拿了。这个技能还是不错的，剑拿走，因为我们的剑没有无限嘛，所以以后肯定需要大量的剑。岩浆膏应该是不太需要的。看这边，哎呦我的妈，吓我一跳！看这边还有没有箱子，如果没有箱子，我就直接去中间，把中间那个箱子挖了去了，就剩中间那箱子，周边先清理干净。好，基本确认是没有，我们来一波精彩的跑酷。好，完美跑酷，确定这儿没有箱子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跳过来，跳过来。挖了他们的东西，这个也挖了。哇塞，下界合金锭！兄弟们，我们马上有下界合金装备了。我说的，莽撞这个属性不能要，兄弟们，谁用谁知道啊？那个莽撞真的不是给人用的属性，直接都等于没看见就行了。这竹林城堡就算探完了，他这边还有一个二期，咱们去竹林城堡二期看一下啊。一期盖的还不错，二期结构如何呢？金剑先扔了，我对金剑啊光明剑不感兴趣。看一下他这底下有没有藏东西啊？有的竹林城堡他二期可能也藏黄金呢。嗯，两个箱子，没准有附魔书。我跟你们讲，虚空强袭，这个我跟你讲，带虚空这俩字儿，这技能就差不了。冲击波厉害了，灵魂激情给鞋子的，带着带着带着，应该还有吧，不止这俩箱子吧，兄弟们，且行且珍惜呀、啊，肯定还有，不可能就这俩破烂，继续往下走，再走，哎，到了，这有怪，那说明这肯定有东西，藏啥了？交出来，交出来，交出来。藏这么深，不是吧？你们还在下边？这大下边能藏啥？藏了桶岩浆！哎呦，耍我是吧？我去，赶紧拿出我的刺水浆！哎呀，这水真能在地狱搞啊，兄弟们！看来跟我想的没差，快还我的这个！前一盒拿走，那这个竹林城堡基本就这样了，没什么东西了。下边连锁了一下，没有藏东西，很诚实。
咱们基本把他们的东西都拿完了，搜索下一个强势建筑。